婚姻前四年靠荷尔蒙，超过十年靠意志力在撑。当年婚变前，与美人受访时表示，老公虽斯文，但说话方式会让长辈尊严荡然无存。且结婚前十年，财务是老公掌管。五年前，因要开公司创业，没让丈夫管钱，两人关系越来越紧张，曾找过婚姻咨询。他说，我为了家可以不要事业，钱少日子也可过。但他要负起责任，据与美人所言，这段婚姻不止牵涉家暴，也充满恐吓威胁。过去五年，与美人称丈夫曾扬言要开记者会爆他料，还曾放话说他的事业靠睡来的。前阵子我跟女儿用英文对话，她就在旁说英文这么好，乃男朋友教的。与坦言婚姻笼罩恐吓家暴，老公是美国籍，在银行担任电脑工程师。与美人说，两人结婚这些年，丈夫有五六年的时间失业，由他扛起家计，我们不在乎付出多少，是感情值不值得。去年十二月才第一次收到了丈夫给的60万支票。黄月随分析婚变有三大原因，跳脱于美人好友的身份，黄月随以两性专家的角度认为，这次婚变有三点原因：一是双方背景差异大，二是明女人打压了男性本色，三是与美人生活工作分身乏术。双方背景差异，价值观不同，遇到事都只站在自己立场看事情。老公在美长大，在美国夫妻只要管好两人与小孩的事，但在华人社会，结婚是两家人的事。加上于美人对母亲很孝顺，她对母亲受委屈比对自己受委屈更难以忍受，加上她和公婆相处不好，老公跟丈母娘有问题，增加两人解决问题的难度。第二，妻子是名女人，当初两人结婚，老公可能知道她是名人，会忙碌，但没想到这么有名，这么忙碌，人们会称她为于美人的老公，这会让她男性本色压抑，让她缺乏耐心。最后，于美人钱赚得多，压力也不小，她想同时办好妻子、母亲、女儿的角色，总心有余力而力不足。再加上沟通不良，从吵架、冷战，到最后双方把沟通的门关起来，造成今日的局面。专家建议晚辈不该恶言相向，良性专家吴娟余则建议，不论如何，当人家女婿和岳母相处要尊敬懂礼貌，爱你的女人就要爱屋及乌。虽三代同堂有为难之处，但晚辈不该对长辈恶言相向。近日于美人坦言，其实我50几岁就开始等死了。人生的路谁不是死路一条，从出生后就在倒数，有限的生命终究会结束。如果能多做些良善的事，让别人念想着你，活在别人的记忆里，这才是永恒的生命。于美人参加节目时提到，读高中时妈妈得了甲状腺癌，需要动手术，她23岁守寡，一个人拉拔3个孩子，非常独立坚强，连离癌开刀都不要别人陪，交代我们照样去上学，也不要通知亲友。他先开右侧甲状腺，但一星期后医师说左侧甲状腺也有异状，也必须手术。短短一周内2度手术，他有点吓到了，这才让我通知阿姨舅舅。我家经济状况不好，没有多少财产需要处理，妈妈很天才，竟然交代阿姨，万一她不在了，等我和妹妹将来生小孩时，要好好帮我们坐月子。还好她手术成功，后续也做了放疗化疗。她非常信任医师，听医师的话，按时吃药，回诊的时间都清清楚楚记在本子上。妈妈对生命的态度也很豁达，不忌讳谈死亡。
我曾放了一本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总院长黄胜坚写的生死谜藏在桌上，妈妈拿去看，看完就决定要签不施行心肺复苏术，由哥哥见证。甚至他连自己死后希望我们用白斩鸡来祭拜，入殓时要穿哪套衣服都交代好了。母亲的独立坚强影响了家庭气氛，当然也影响了我。他不避讳谈死亡，我也同样坦然。孩子七岁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谈生死。我问，你们爱不爱我？当然爱，可是妈妈有一天会死，我死后你们要怎么爱我？我不要妈妈死，人会生病或遇到意外，总有一天会死。孩子有些吓到了，我继续说，挺好，你们爱妈妈的方式就是好好活下去。如果我们比妈妈早死呢？儿子问，我会带着对你们无尽的思念，好好活下去。我们答应彼此，不管谁先走，活着的人都会好好活下去。我曾跟女儿说，将来我去世后，要在殡仪馆最大的景行厅办告别式。女儿开玩笑说，奶确定到时候有那么多人来吗？我也交代孩子，祭拜我是要用鼎泰丰的炒饭，而且要加酱油。据说人走了吃东西是用闻的，酱油是中菜的铁糊味，不要省那30元。我曾接受过催眠，看到自己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，摇啊摇着就死了。年份最后一个数字看不清楚，大概是我70几岁时。虞美人的儿子 Max 其中一眼罹患罕见疾病非典型红彩炎自体免疫攻击，视力几乎看不到，每次谈及此事总流露出为人母的不舍与牵挂。虞美人早前出席干眼症记者会，她提起，我儿子眼睛不好，我也很注重眼睛，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看不到，我就是他的眼睛，语气充满不舍。虞美人儿子患非典型红彩炎自体免疫攻击，有一只眼非常弱势，几乎全盲，因此他更能明白眼睛的重要，有感而发。说到这里，心疼儿子的虞美人眼眶瞬间泛泪。虞美人感叹地说，我们希望能够把儿子另外一眼保住，可是世事难料，被问另一眼是健康的吗？虞美人则说，看你对健康的定义是什么。跟另外一只眼睛比，当然，因为他靠那只眼睛的。另外，虞美人提到儿子应该是没有办法当兵，他一只眼睛完全看不到，我才会在节目上讲，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当兵，代表我的孩子是健康的。对于儿子眼疾病况，虞美人有感地说，没有关系，人生高高低低，起起伏伏，我们要训练的是如何去接受吧。虞美人还为大病初愈的奶豆煮了一桌的家常菜。另外，虞美人日前亲自下厨，在家宴请纳豆和依依。这是纳豆出事后两人首次见面，许久未亲自下厨的虞美人为纳豆做了减油减盐的家常菜，他们从第一口吃到最后一口叫做赞不绝口。纳豆大病初愈仍记得虞美人的厨艺，我从这一点看出来他复原得非常不错，他味道都还记得。对于纳豆被曝主持功力不如从前，虞美人说，演艺圈虽然很现实，可是观众是很温暖的，光看他站在那里主持其实就鼓励了非常多的观众朋友。近日虞美人沈玉琳出席综艺节目新春开棚录影，将迎来生日的虞美人制作单位特别请猛男推出蛋糕花束棚内庆生。2013年底，虞美人与前夫签字结束16年婚姻，谈及感情现况，她坦言，身边一直有大人哥，但我们是不脱衣服的。虞美人表示，我现在念的是宗教研究所，感情没什么特别，我相信有缘人，
只是我没把天线打开而已。我的同学有法师、牧师及长老的。不过有班上同学对于美人说，我看您这么大岁数了，应该是为了追求知识，而不是为了文凭。于美人则说，我很能独处，但我的感情寄托在很多地方，不过也期待晚来江上有相依。一旁沈玉林笑说，就算有暧昧，他也不知道。另外，于美人我就问你，正常吗？记者会说，我有很多欣赏的人，有很多聊得来的朋友，就像是大人哥。不过，于美人强调，我们是不脱衣服的那种，因为已经到了穿着衣服比不穿还要好看的年纪。众人大笑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资讯，欢迎点赞订阅我们。